本每年春季举办了全国交通安全运动，东京的池袋警察署特地任命了怪兽哥吉拉来担任一日的警察署长，吸引了大批民众围观。新闻最后带您一块来看，更多资讯请锁定重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黄玉兰，祝您平安顺心，有个美好的夜晚，我们再会。